让你的心习惯于这种全面的利他精神，就可以培养出对他人的责任感。你会想要主动帮助他们克服难关。这种心愿并不是选择性的，它平等适用于一切友情。只要他们跟你一样，会经历到快乐与痛苦，就没理由去做分别。或因为他们的负面行为而改变对他们的关怀，我们的自我中心、分别并执着我的坚实感觉，根本上是会阻碍悲心。要消除这种我执，我们才能体验到真正的悲心。即使内心充满愤怒与恨意，不表示你的爱与接纳的能力已经消失。透过修行，可以帮助自己与其他人重现心中的爱与了解。
如何开始培养悲心呢？我们首先要去除悲心的最大障碍，嗔怒和怨恨。不管嗔怒和怨恨的力量多强，他们仍是可以控制的。如果不控制他们，这些负面的情绪会轻易地折磨我们，阻碍我们对慈心之乐的追求。要真正了解与转化愤怒，我们必须学习慈悲的倾听与爱语。如果不觉得嗔怒是一种障碍，就必须先探讨嗔怒是否有价值。有时候，我们在困境中感到灰心时，嗔怒看起来是有用的，似乎可以带来更大的力量、信心和决心。然而，在此时刻，我们需要仔细去检查我们的心理状态。嗔怒确实会带来更大的力量，但如果我们去探索这种力量的本质，会发现它是盲目的。我们无法确定它会带来正面还是负面的结果。这是因为嗔怒遮蔽了我们头脑中最棒的一部分，理性。所以嗔怒的力量几乎永远都是靠不住的，它有可能导致极大的破坏，
不当的行为。此外，如果嗔怒达到极端，人就会疯狂，做出害人害己的行为。可以受控制的力量，不只源自悲心流露的心态，也源自理性和安忍，这些是对治嗔怒最有效的解方。许多人错将理性与安忍视为软弱的表现，佛菩萨认为正好相反，那是内在力量的真正表现。悲心的本质是温和、平静、柔软，但也有非常强大的力量。它给我们内在的力量，让我们安忍。容易失去耐性的人没有安全感，不稳定，因此动怒通常是软弱的直接表现。你应该要了解，就算敌人好像在伤害你，他们杀人的行为最终只会伤害到他们自己。要检查